太可怜了，你受这么大的罪呀，妈，你太可怜了，妈妈好想你。上门开水以后，这个盖子没有盖，忘记了，我就到里面去解手，我出来孩子就被烫，整个脑子里面的脑子里面就。烫的全部掉皮，我心疼的受不了呀！我睁眼睁眼，我的又就四个月的孩子，大嘴巴。昨天经过一次植皮手术，因为他的手臂的话已经是没办法那个进行一个髋弯了，包括伸直。从他腿上取了皮，先保证他的手臂使用功能。就是说，我大概给你粗略算一下的话，就是要先准备100万。为了小肿瘤，医院放弃自己治疗。10年前的小肿瘤，你生活现在家里面确实是无能为力。